滴赞。很像大便的味道。有吗？ Apple cider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老好。It's apple cider。你又上菜了，小伙子，换了几秒。上来分享，分享。你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有几个嘉宾啊，因为就是前几天就是贪吃，然后买了很多零食。我这个零食呢，全部是在一个零食店买的。然后这个零食呢，是有来自各国的出名的零食，有中国，有泰国，有韩国，有日本。我第一次进来，我觉得可以看看有什么好吃。你懂我新冠没说是吗？什么？一百次这样？真的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我来猜的嘞。这个 OK， 不是，是不要红色的，有一个紫色，哎、啊。哎，这个好吃的。我想打死你。这个 OK。真的。绝不地雷。Oh my god， 这个很秀。我会为了这个 graphic 而买。这不是单身狗系列吗？喂 ，Hello。喜欢的呀，有一颗什么？这个电视全部卖这个什么？这个很好吃。什么的？这个拿，哇，你是很爱吃。我可以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好开心哦！还有什么好吃的？魔芋爽啊！妈呀，这是什么？泰国的东西啊？这泰国明星哦，我可以面有一个咸蛋味的。哪一个？我觉得啦，我们拍哪一个比较帅就买哪一个 ，OK？ 你可以选。好像是。哪一个？这个比较帅。又冰果耶。我超级喜欢的。铁蛋是什么事情？你不喜欢吗？喜欢啊。我去台湾的时候超爱的。我买了几多包回来哦，去台湾买的哦。这是奇力的哦。两个吗？我没有吃过螺蛳粉，我也没有吃过，我到处都买过。Oh my god， 好多零食，真的买了40多块。是这样子的，零食是投资哎呀。幸好不吃零食。零食是快乐的泉源。人生第一次买零食，买那么贵。我们老麻辣薯吗？
备，准备，一二三。好吃哎！珍珠奶茶抹茶，这个好吃吗？是哦，感觉很好喝。感觉我是不吃抹茶的，但是我很喜欢珍珠。我珍珠我还好，可是我觉得柠檬很期待我吃下去。我们一起吃，是不是真的是珍珠的味道？来，宝贝，来，宝贝。它是什么珍珠吧？它是抹茶呀，抹茶里面有珍珠的，我是闻一下，它真的是有珍珠耶，叽里赞，嗯，不要嘛，其实还好，哇，我不是没多，我真的讨厌抹茶类的东西，真的很奇怪，这样都变粉了。可是我觉得真的放进去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？要放进去，你都像我这样健康的人。我要没有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已经停止吃鸡蛋一个月了。因为我本来想要 try 煮肉饼的嘛，然后后来就是试试下，我没有吃肉两几天，但是我就完全不到了。我最近真的是听到蛮多人就是讲说没有吃鸡蛋，我的皮肤变很好，皮肤有变好。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试试这个肉饼的那一个。菠萝，我们小时候吃的菠萝。哦，不是，这个也是我朋友说的，我觉得很好。哦，可以看一下呢。哎，这里面有两条，我开了半条，那我就拔一条。这个也是我朋友推荐，他说这个超市。哦，我根本没有别的，韩国的吧，这个是。
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完全没有理你们。